很快春节返乡热潮就快到了，兄弟们在外面拼搏了一年，也是时候回家看看了。我们的爱车经过了一年的闲置，也是该好好的整理一番了。这是我们的一个清洁套装，我们来看看都有些啥。一个多功能泡泡清洁剂，这是一个玻璃油膜去除膏，这是一个车身动膜剂，这个呢是我们一个玻璃油膜去除剂，还有五瓶这个，还有我们的一个凯绵，还加一块毛巾。哇，这么多，加起来好像有10件。我们的玻璃上为什么会有油膜呢？因为汽车排出来的废气还有空气中的悬浮粒子会慢慢积累在汽车玻璃上，就导致我们的玻璃模模糊糊，刮不干净。是不是干干净净？动膜剂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车漆面，我们使用前先把车擦干净，然后再喷到上面，喷的时候喷均匀一点。好，再拿毛巾把它抹均匀。好，现在干了。动膜呢不仅让我们的表面更加顺滑光泽，而且就像我们的荷叶一样，平时的污水啊还有一些灰尘啊它不能够吸附在上面。这个多功能泡沫清洁剂我们就把它喷到上面，然后等个30秒，等一下我们把它擦干净，就干干净净了。来，我们看一下效果。